第三堂课我们每天要教两行，现在是拉的是第三行，是一个慢弓的二把位的开始，一个内弦的弓。不弓，四拍，一张一式，强弱，四强。我们从开始了啊，嗦咪嗦。压揉，我们就拉这一点啊，这是中间的一个，这今天这堂课主要是有顿弓，压揉，慢。用气去拉，顿弓，完全是气啊！这就是基本功，还在强调基本功，左手的。还是左右手的手掌握一个乒乓球和鸡蛋，左右手的背膀加一个橄榄球，顿弓，轻的，有一个头，音头，压揉。回弓，这今天的课倒弓，
今天的课程，是不是已经出汗了？这个不是需要打仗的，这个是内心的一个东西，它不是体力，不是跑步，完全是内心的一种东西。所以江河水今天学会了，就都学会气功了，就去学会打太极拳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拉伸筋，今天这堂课就这么两堂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是吧？这就是真正的演奏，全身心的。所以你现在看，你说宋飞拉他没有夸张吧？就是要这样才能拉出感情，完全忘我，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音符了，完全陶醉在感情中。现在开始拉，嗦咪嗦咪。